其中有一位在我们昨天检验的时候就有弱阳性、哦、那今天再验那所以我们就确诊了、哦、那好，那今天我们有新增了一例的敦睦舰队的确诊、哦、那我们今天总共验内的成员有345人，那其中有一位在我们昨天检验的时候就有弱阳性、哦，那今天再验，那所以我们就确诊了、哦、所以其实也跟昨天的状况差不多，只是把昨天那个还没有办法研判的把它确诊。那目前这个个案也都没有症状，好、哦，那所以我们会由救护车送到这个住院去隔离。那其余的344人，今天晚上七点就可以回家。那所以。我们会依请国防部就是安排离开这个检疫场所，那后续再请他们持续做自主健康管理。